要小心，有可能，因为真的要小哈是等一下的领头，是他去哪里我们就跟去哪里，因为如果我当领头，我去哪里他不见得会跟，那我们也去不了。所以他等一下会除了带领我们大家之后，他还会使出金币钩。开玩笑，金币钩就是如果你要从他那边绕过去，他就这样跑。不要打人吧，打到点不会生气哦。会，你是下问题，会会。好了，你们要加油，你们分数要少于1分42秒。没有问题，我审核。好嘞，加油哟！来来，攻守交换，黄队预备备，计时。辣！辣！这边辣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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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们跑好慢，张哥！你都没有在手，你要原地耶！你们快一点吧！你说你要谁？你要谁？好，大圆大圆，好了，哇 ！OK， 你们根本就没有想跑啊！你们把我们观众当笨蛋，是不是？我被打了！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啊？好累啊！现在去哪里？不知道。双蛋，双蛋，等一下！你们到底要跟我玩啊？不是小安，你脸怎么那么脏啊？小安，你脸好脏啊！有出来弄我！小安，你脸好脏！啪！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一次直接撒网来！哈！哈！哈！等一下，我超头好笨！真的，等一下，到底要去哪里啊？巨人，我觉得我快错了，我来你在我旁边，你抓，哎，我这辆火车是煤炭烧的，你看，抓我的头，好脏哦，抓，你们怎么这么脏啊？煤炭火车，你不要摸我啦，对不起，到底要去哪里？让我们抓你啦，他跑不掉。是吧？确定？哎，我们火车都停了，我们都停，我们冲破秒数。好准了，好准！太准了，太准！赶快掉，赶快！不要说，好累哦！好了，再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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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呢，还有。去丢他，去丢他！不错，不要！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游戏永驻了这样？为什么永驻里面输成这样子？时间到了，笨哦！怎么唯一的被我们抓到了？等一下啦，我们可不可以先松？哎，各位，已经3分30秒，要不要赶快回来啊？结束了，结束了啦！笨呐！好了，一阵荒谬当中，我们呢？我们很明显哦，就是卖菜火车头，火车头煤炭的，煤炭的，你们根本煤炭啊！不是，你们戴着黄眼镜，动也不动，而且火车头还被扒出来，我怎么能快被撕开了？然后笨死，他不是叫我动吗？然后我当火车头开始动的时候，不是我居然看到火车尾在我旁边动，你们俩竟然可以肩并肩往前走，到底在干嘛呀？好了，这个蓝队1分42秒，黄队3分30秒，相当的失败，恭喜蓝队终于获胜了。
好了，我们由那个全演艺圈最臭的女艺人，臭，午夜叉，午夜叉。哎，她刚经过我旁边，我说，哦，你好臭。对啊，她刚玩得很开心。你好，你好。而且她的手掌大小，一看就是你的手掌。黑水果，黑水果，好臭啊！好了好了，全员请上车 ，Ready Go！ 啊，笑死我了！给我，给他。欧巴。